请开始。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望向天空，不让眼泪流出，抬头看青云深处，等待那日出，把故事结束，把从前一笔消除。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不能认输，因为我相信彩虹总跟着薄雾，会带来幸福，在下一个岔路陪我跳全新的舞。好，谢谢刘心怡。佩姐请就位。这首歌是要献给小星星和大家的，超我的大家。好，请开始。走过四季，是你给我的力量。当我觉得孤单、沮丧、害怕，还依然很坚强。不管四季如此无尽的交替，我已不寂寞，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。谢谢陈佩杰，谢谢佩杰。龙璇老师，您的那一票投给哪一位选手？好，在这短短三十秒，综合整体表现、唱歌表演魅力跟抗压性，我最后投的是陈佩杰。好，恭喜佩杰获得了一票。祖少老师，陈佩杰。佩杰获得了两票。志平老师，心怡。心怡获得了一票。志平老师，刘心怡。心怡也获得了两票，二对二。国伦老师。你知道该来的都会来，我一直在逃避做这个角色，我希望他们选掉就算。我跟各位讲，评审跟你们一样，该来的都会来，我还是要做最后的抉择。我刚才认为你们三十秒，佩姐掌握的比较时间比较好，心仪的那那那那那那个一开始就让我惊艳，而佩姐唱给歌迷的心声让我动容，而心仪明显非常的进步，非常的多，你个人特色越来越清楚，所以对我来讲非常难，可是我要做出选择，我选择的是刚才我听到这首歌，我起了鸡皮疙瘩。我选择陈佩杰留下来。恭喜佩杰顺利的过关。